父親節快樂。在嚟緊嘅幾個主日，我哋都會繼續聽見到馬太福音，而且我哋會見到耶穌嘅真正身份，逐漸咁披露出嚟。在今天的福音里面，耶稣叫他的门徒坐船渡过加利利海去对岸。在这里，在这个船只当中，忽然风暴大作，点门徒非常惊慌，谂住佢哋只船一定会沉，但系当时耶稣居然仲喺船后面瞓紧觉，好似唔理发生紧嘅事，天门徒就急忙要醒耶稣，耶稣起来起身，即令风浪停止，于是湖水即使变得风平浪静，跟住耶稣就被他的门徒到这个时候仍然感到上得门徒，这门徒其实明白只是天主才可以命令到风同海还有行其他奇迹，而是其实由始至终他们需要求主帮助的时候，都是耶稣将他们从困难中拯救出来，最后他们心甘情愿，因为耶稣带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，因为耶稣既有天主性，有天主的能力。这个福音我们可以看成一个比喻，讲说我们教会在世界的生活，教会是上树，这个世界是海，就好像天门徒在船上咁，耶稣同埋他们一起四处被海水包围，代表教会在世界当中，我们是好像一只微小而软弱的船，置身在广大而有不同价值观，甚至充满敌意的世界当中，有时在生活里面有风有浪，我们只船遇到各样生活的困难、问题和打击，在这混乱和可怕的境况里面，
我哋都不禁去问天主，你喺边度？有时会觉得天主好似系好遥远咁，又似瞓着瞓着觉，唔理我哋所发生紧嘅事。系嗰阵时，我哋要记得，其实天主耶稣喺度同紧我哋一齐。我哋要明白，明白真正造成风浪，唔系由海水，系由于我哋自己嘅恐惧同埋焦虑所造成嘅，混淆我哋周围嘅世界都系一样。不会改变，时时都会有一个风浪接住一个。我哋系需要信任耶稣，佢系不断关怀我哋嘅，同埋对佢要有佢绝对嘅信心。我哋每个人都需要拥有耶稣嘅平安。好多时候喺我哋生活中、生命中所发生嘅事情，都系控制唔到。不过，无论我哋面试经验紧嘅系咩事、咩嘢，我哋都可以接住所嘅帮助，揾到平安。只要系耶稣赐俾我哋嘅，就冇咩人或者冇咩嘢可以从我哋内心深处夺走呢份平安。